今天我们讲小提琴协奏曲《寻梦》第二讲。那上一次讲了第一段乐曲，就是倒叙的那一段。那今天我们接着来，我们首先呢，大家先听一下这一段，然后看看你记住的旋律，然后我再接着讲。记住，这是两句了啊。第一句的那个旋律，你在心里头有记住啊。那么我接下来给你看一下呢，就是说，看看这个音，你有没有想到？它的旋律是哒啦，嘣嘣嘣嘣嘣嘣。那你看这个呢？它的开头是 G，就是小提琴最里边的那个最低的那根弦的音，G 弦。那呢，它这个旋律是从这儿走的。那按 G 开头的话，那最低的那个音，嘣嘣嘣嘣嘣嘣，那应该是 F。那我们都知道，小提琴最低的那根定弦是 G，那这个 F 是怎么出来的呢？所以这是这部作品其中的一个想法吧，也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啊。就是说它的最低音是超出了低于这个小提琴定弦的本身的这个音。那这个音的想法是因为当时是。因为写一部小提琴协奏曲，那总要发挥小提琴的这个这几根弦的作用。如果这个定调，大家拉开小提琴都知道，如果掌握不好的话，那个就很别扭，就不能发挥很多小提琴可以发挥的那种，空弦呐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个效果非常强烈的那个小提琴，非常给人震撼的那种效果。尤其是这部小提琴，它的这个上一节我们讲过，它主要的这个旋律呢，是从这个小提琴的四根本音的定弦 G、D、E，从它的这四根弦的这个定音本身推导出的这个序列，然后这个序列呢。在展开进行的，所以呢，这几根空弦的音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还从开头是从这个空弦开始，那么第一段这接下来这一段呢，这肯定是与这些空弦都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所以呢，如果要在这里边，如果为了凑这个旋律，要把这个调要调高一度，比如说不从 G 开始，从 A 开始。那当然是到空弦的时候，正好就是那个，嘣嘣嘣嘣嘣哇，那就落在这个 G 上了。但是这就很别扭，所以呢，在这个里头，我不想做这个改动。后来跟那个拉小提琴的一些个小提琴家也探讨过，然后这种可能性哈，那得到的结果呢，就是说。是可以尝试，因为什么？因为小提琴的 G 弦，我们知道它这个它是最粗的一根弦。那粗的这根弦呢，通常它的反应啊没有那么快，不像这个 E 弦。E 弦和 A 弦，它是越来越细哈。这个越细的弦呢，它的这个反应越灵敏越快。
月初的这一弦到 G 弦的时候就反应不是那么灵敏了，就比较迟钝了。所以这个功法上那个要求上呢，就是说你能够做到开始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强烈的，就是把你的所有力度都压上去的那种感觉，轻微的这个由弱到强的话，然后这是一方面，就能把这个音呢，和这个G 弦这个本音呢，就能够差别出来，就能够从稍微低一点的开始。另一方面，我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也是借用了这个人们的通常的这个会有一种惯性思维啊，因为你尤其是你听了第一句到第二句的时候，它就完全没有这个最低音这个 F 的这个影响了，因为这个音已经调到另一根弦上去了，已经升高了，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那呢，你就会受到一种影响，人们在思维上会受到一种影响，就觉得哎，那我这个听到的和这个是前边那个是一样的，它是应该是类比的下来的，因此前边那个呢也是那样的一个音。所以这个这是我的这么一种想法，这么一种构思哈。所以这个有这么一个音在这里头啊，当时这个田曦哈，他这个演奏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最开始他跟我也有个探讨，后来我跟他讲我的想法啊，后来他就实现了这个想法啊。另一方面，我想指出的这一段它是应该是这个。这个部乐曲的，如果说要是按照原来的既定的曲式格式来分析的话，比如说是奏鸣曲或者是回旋曲啊之类的，那这一段是真正的第一个主题啊，它是第一个主题，它是真正的第一个主题。然后它这个主题呢，它的这个出处啊。我要指出来的，其实也没有离开，就是第一乐段那个，当手指按音加上来之后的那个旋律的那个主题是一样的，其实它是一样的，只不过这里边呢，它是以另外一种节奏型出现的，然后我可以把这两个。大家看一下，我把这两个旋律对比放在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的相似之处，啊，它是同出一辙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想指出的呢，就是说当我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写到这儿的时候，那么我想第一个主题，那东西我已经有了，音乐元素已经有了。就是我说过前面的那个序列导出来那个旋律哈，然后它通过变形也好啊，序列变形也好，反正我找出这么一个东西要反映它，它在前面也反映了，在这里呢要再次出现，然后加强它的这个主题的效果。那么它以什么样的律动来进行呢？那这里我就还是我是想，因为是。写这部协奏曲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把个人的生活经历啊、阅历，当然也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一个年代，我想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这个烙印啊和印记，然后体现出来。那么我想，它应该是，因为既然是作为第一主题，它就得代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代人。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长姐妹，他们都跟我们的这一个年代经历过，共和国的这个时代哈，是进行的伟大的这个建设，这个工业基础的这么一个时代，那以什么样的节奏才为合适呢？当我写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由自主的就想到我们这个。家乡这个东北哈，然后我有看到过这个伐木，我们那儿有很多林场，当时伐木工这个在
抬这个木材的伐木伐下来之后，抬走的时候，喊这些个号子啊，然后那个一个人喊，然后大家随和，然后这样的步调一致，然后才产生了这么一种这个就是在伐木工这个在他们进行劳作的时候，这么一种劳工的号子声。同时，其实中国也有很多，你比如说川江号子，还有这个嘉陵江号子，我们在那念书的时候啊，也都听到过这些，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同一个类型的，就是体现这个劳动人民他们怎么劳动，然后这个过程。而我想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它也符合我们这个年代当时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伟大的这个建设事业的这么一种情景，也非常符合那个情景。包括我们上山下乡的时候，进行那些个劳动啊，务农，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在里头。所以呢，我想想来想去，就是我觉得这样是最能够体现出这个时代的精神的。所以我就把这个第一主题就以这样的旋律体现出来。这是这一段啊，这一段那个跟第一段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时长，比第一段甚至还短一点点。第一段差不多3分钟，这个呢不到3分钟，2分半钟多一点。但是它这个这一段呢是非常，和第一段呢都非常这个必要重要的一个音乐元素，然后他们都是出自于这个小提琴本音的四根弦的本音，四根弦的根音，或者叫做导出来的序列，然后经过演变呢、变换呢，产生的这么一个旋律。那这样的话，我就想另外就加一点内容哈，就超出这个小提琴协奏曲本身的范围了。那么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有这么2个概念，一个是世界性音乐，一个是中国的民族性音乐。那么这2个音乐它有什么不同？然后有什么相同？怎么融合在一起？这也是我讲的一个概念啊，讲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我有一点点答案哈，然后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序列像一直到现在这种音乐，如果说我说它哈，如果说你要是不知道，咱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中国人或者是旅美的华人写的这么一个东西，在中国有20多年的生活经历，然后在美国又生活了21年之后，然后开始，全心投入，找一个老师，认真的跟他学习西方音乐理论和作曲，跟他学了11年，然后之后，写了这么一部作品。那么，如果你要不知道这个背景的话，那么我就问我的问题就是：你能听出来他是哪国人的作品吗？我想哈。以我的观点来看，以我自己本人的这个感觉来看，是听不出来的，因为这段音乐本身没有中国的这个民歌的和还有这个民歌特性在里头，它纯粹是一种这个按照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讲，就是西方现代音乐这种方法演绎出来的这么一段音乐，所以它并没有这个。真正来意义来讲，没有这个非常特别明显的中国的民族音乐特性在里头，只不过是呢，我告诉你了，你可能知道了啊，原来我用了这个中国古琴的和中国古人的在音乐上的这个哲学的理念啊，空弦儿这个散音代表地，然后手指开始按音了，代表人。然后最后泛音代表天，然后最后人的一生达到升华的境界，然后达到泛音的程度。
如果我不告诉你这些的话，那么就我觉得，要是我是第一次来听的话，我听不出来这部作品，我也许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白人做的作品，也许觉得这是一个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都有可能，因为这本身它是一种，现代音乐的一种方法，谁来做？如果他想到了用这四根弓弦，也许跟我想到这个一样的，他就做出来，听出来也就这效果。所以关键的问题呢，这是第一点的结合，就是说，不是那么显性的结合，就是非显性的，就是你把这个现代音乐里这个理念用上来，但是呢，你在这个运用这个理念做你的音乐的时候，你把你的自己的 culture。就是文化的历史，在你身上的印记，然后想办法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呢，这也是一种结合，也是中国音乐和这个就是现代音乐的一种结合。我呢，不把它叫做西方音乐，因为我觉得叫做西方音乐本身是有一种误导，因为这种音乐本身它并不是。有西方音乐的民族的，或者你说他是哪个西方哪个民族的这个英格兰民族，还是苏格兰民族，还是什么美利坚民族？没有，它就是一种纯粹的从这个音乐理论上，然后想出这么一个手段和方法，然后让你用这种方法来做这种现代音乐，就是这么一种方法。你也可以用，你会了，你也可以拿它来用，运用。然后，只不过在你运用的时候，你可以加入你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这个印记，通过某种方法，像我这样，我说我先从空弦开始，就加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头，加入了中国古人的音乐哲学的理念在里头，加入了中国古琴的哲理在里头，所以这种东西，它这种结合是一种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你确实有理念、有哲学、有思考在里头加进去，这种结合也是一种我觉得是很理想主义的结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说我把这种现代这种音乐呢，如果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或者名称来叫它，我现在就暂且称它为。科学交响乐概念，为什么称它为科学交响乐概念呢？第一，它因为它是这种音乐理念，包括之前的那个过去的巴赫那一套的理论哈，在这个交响乐里的应用的，都是属于我认为更多的是理性上的一种思考的方法和一种手段，让你呢。产生出一种悦耳的音乐，然后它透过这些个和声啊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对位也好啊，然后这种曲式也好，它都是告诉你怎样这个创造出一种适合人类听觉的这么一种音乐。它并没有真正的民族的这个东西，像我们中国的民歌，比如说东北的二人转，或者是陕北的信天游，那种非常明显的这种民族特色在里，它没有，它纯粹是一种从这个纯音乐这个理论上和理念上的这种纯粹的理性的可以重复的一种作曲的一种方法。因此呢，我觉得把这种交响乐称作为。科学的交响乐更加妥当、恰当、更适合。因此呢，我们呢，作为中国人也好，华人也好，作为其他各国人都可以用，因为它是一种，就如数理化之于工业一样，它是这么一种理论上的东西，它并不是哪个民族特性上总结出来的东西，而纯粹是从理论上。这个科学的总结的一种那个精华体系，因此呢，我们只是用它，把它用好就可以了，谁都可以用。你只要是用得好，用得对就可以，而不必要
纠结于说啊，这个东西是西方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一种定义和划分，好吧？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听一下这一段，然后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讲。